领事先生，你是说中方已经介入调查了？是的，我们本想阻止他们独立行动，希望能等你们到达现场后再展开正式调查，但没有成功啊！按照中国法律，中国火察专家有权随时勘察现场。是的，这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但不知中方火察专家。 是什么级别的人物？中方专家组组长叫陈凯林，程教授。呀，原来是陈教授啊！太好了，我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你们认识啊？认识。几年前，我国火灾原因调查协会邀请中国专家团到我国进行过一次学术交流，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请陈凯林教授给我国的火灾调查官员授课。 申小姐当时就是陈凯林教授的翻译，我们都是他的学员，学习他发明的火灾调查不可逆理论。我国的火灾调查也在运用城市不可逆理论指导现场勘查。原来是这样，领事先生，如果你当初告诉我们是中国的陈凯林警官主持这次调查。 那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派员前来，完全可以委托中方官员完成此事的调查工作，而且同样具有国际权威性。不不不，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来的，可以再次向陈教授请教学习。不管你们与陈凯林如何相识，但你们是代表我国政府而来，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按照我方与中方达成的协议，你们到达后。 首先到医院验尸，了解死亡原因和法医鉴定的真实性。第二项是，在中方人员陪同下查看现场。第三项是，与中方专家一起讨论案件性质和调查全过程。第四项是评估中方调查的过程是否有不符合法律的程序和技术瑕疵。第五项，也是最重要一项。 朱总啊，他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耽搁了，不瞒你说，那也是好几个亿的项目，人家不太周折，所以才让我过来。别动，来坐坐坐，坐。来吧来吧来吧，快坐。坐。<笑>客队，我听说你有意要加盟我们公司。 公司的董事会成员都非常的高兴。谁说的我要加盟你们公司呢？哎，你不是和朱总都已经说好了吗？我今天早上收到了总部董事长发来的一份资料，明确你是总经理助理，待遇相当于副总经理，120万的年薪，500平米的别墅，300排量以上的座驾。 还有去美国进修高级管理专业的机会，你不可能一点都不知道吧？你说的这是真的？当然是真的。
我亲眼从公司的高层机密文件当中看到的。原来你没有来的意思啊。没有。只是上回司特朱丹和我提醒。可我是干什么的？我是警察呀！我到你们公司能干什么呀？你们是搞制药的，我在专业技术方面是一窍不通。再说了，我对你们这行一点不感兴趣。别说制药，平常吃药我都能吃错了。你们啊。还是另请高明吧，啊！哎，别急着推辞啊！朱总来了。哎呀，累死我了。柯凡，你说你这人也真是的啊，也不说两句安慰我一下。今天早上三家银行的老总追着我要跟我签协议，都争着想出大头，我就告诉他，一家一个亿，就一个亿，想多投我还不要呢。哎，我说，你叫我来就想晾着我。忽悠我玩是吧？我哪有那意思呀？谁让我一出门被他们堵上了呢？好了好了，先不说了啊。哎，凤总，你去安排一下，下午去招待几个银行的老总。好，我马上去。你们慢慢聊。柯凡，你好像对我的公司不感兴趣啊。我到你们公司呢，除了喝猫尿，就是喝凉茶。在业务方面，我又是外行，到时候让人瞧不起。再说了，我是一个舞枪弄棒的警察，说白了，跟门口干门卫的保安是同行，不好玩，真的不好玩。那你知道你的身价还有待遇吗？这听着吧。跟忽悠我玩似的，绝对没有忽悠你。由于你的公正还有无私，你的形象呢，已经得到了美国总部股东们的一致认可，所以他们给你这样好的待遇，完全是你应该得到的奖励。这跟懂不懂行完全没有关系。业务方面呢，别说你不懂，就连我也一样的不懂。你看我从来不会掺和生产和实验的事情，听得我头都大了。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动心？跟我说句实话。如果这么是忽悠我，真有点东西，一年100多万的年薪，有房有车。我干8辈的警察也没这待遇，谁不动心啊？谁就是木鱼脑袋。好，我知道你动心，就 OK 了。你什么时候想来的时候呢，就来；不想来。就先在外面待着，但是你的职务还有待遇，总部都已经批下来了，钱已经打到你的银行卡上了，一个季度
25万。对了，这是你的银行卡，密码是你的警号。申小姐，贵国火灾原因调查专家组呢，根据两国合作协议，你们专家入境后按照程序，你们先后查看了受害人的遗体遗物，查看了现场，观看了火场的视频资料，以及我方提供的关于这起火灾调查的所有报告文件、物证、物证的化验、鉴定报告，另外你们还看了嫌疑人的讯问笔录和录像，因此我方的调查就基本结束了。下面请中方专家组组长陈凯林讲述本案结论和执法原则。我方专家组认为，这是一起因吸烟不慎引起的意外火灾事故。第一，其主要责任者9013旅客 M 国人詹姆斯违反酒店规定卧床吸烟造成失火，失火后詹姆斯简单施救无效并逃离现场，火势随之蔓延到9011房，最终造成9011三名贵国旅客意外身亡。第二，负有次要责任者为金川大酒店，由于金川大酒店9层10层防火喷淋系统管理疏漏造成失效，使得火灾发生初期未能有效阻止火势蔓延。第三，有关本案犯罪嫌疑人詹姆斯的处理，应遵循我国有关涉案消防刑事案件的办理原则。本案发生在中国境内，必须适用中国法律。在本案中，对于火灾的调查、对犯罪嫌疑人詹姆斯的立案、侦查破案、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等各个环节，均由中国公安机关所属消防机构执行。有关进行过程和执行情况，我们会随时通报贵国有关部门。下面请贵国专家组李警长谈谈你们对本案的想法和意见。谢谢陈先生。对中国政府和火灾调查机构对我们热情的招待，我再次表示感谢。对于中方火查组在程凯林先生、程教授的带领下从事的这次火情调查，以及他所出具的认定，我方无条件接受。而对中方在这次调查中所表现出的高效和严谨，表示震惊和敬佩。이번중국화재조사전문가들이치밀한조사덕분에신속히범인을검거취소할수있었습니다이런명백한사실로서전에생긴여론의오해를풀고이번정치논란을잠재웠습니다제가우리정부를대표하여중국화재조사전문가들에게진심으로감사드립니다朱总啊，
谁跟钱也没仇，你说是吧？是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嘛。不，我没那么傻。为财而死的鸟，是只傻鸟。我不会为赚你这点小钱而成为一名罪人，你呢，也别把我往沟里带，啊。你这的这些条件十分的诱惑人，我还没那么糊涂。在我没把自己的事情办案利索之前，我收了你这些钱，这不是又等于你放在我兜里头一个定时炸弹吗？啊，你随时随地的想按这个引爆器，想什么时候把我炸飞就把我炸飞，哎，你是不是这意思？柯凡，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知道你是干公安的，警惕性很高，但是你也没有必要把所有的人都想得这么黑暗吧？你有顾虑，我理解。可能咱们认识的时间不长，相互沟通的也不够。但是我相信，慢慢的，你就会了解我斯特朱丹是个什么样的人。来，握一下手。你让我呀，挺忐忑的。你如此退卡，其实让我蛮心动的。我从来没有接触过你这样的男人，很清白，很干净，让我也非常的期待。好吧，让我们后会有期。合作愉快，合作愉快。陈教授，申小姐，我们期待您再次对我国进行访问，不要忘记我曾经是你的翻译。难忘的合作，难忘的友谊。处长，你出差这几天，市局领导打了三次电话催问进展情况。常总队长也给我打了电话，要不也不可能这么快赶回来。说说案情。6月21日凌晨4点，南城零点歌厅起火，当场就烧死2人，共出动了3个中队前去灭火。这么大动作。要命的是，这个歌厅东边紧挨着银行和金库，是银行警卫报的警。刚开始啊，还以为是银行起火呢。常总队长是亲临现场指挥，控制住火势向银行方面蔓延。零点歌厅内部全部烧毁，银行安然无恙。南城支队火察科很快就进入现场勘查，发现2人遇难后，市局南城分局刑警队也进入，与消防中队一起勘验。但是调查初期的结论分歧很大，主要分歧是什么？南城支队认为人为纵火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分局刑警队认为，是意外起火，不同意刑侦立案。南城支队认为人没有纵火的理由是什么？从一处窗口发现有人打开过窗户，并在窗台上找到有血迹，他们认为起火的时候肯定有人从这个窗户爬进来过，所以应该把这个案件移交给刑侦大队。你好。分局不予立案。分局认为这个血迹虽然已经确认为第三者，
但是通过窗内外的痕迹上看呢，不像是爬窗入户，而像是紧急逃生时留下的。所以他们，而且在现场没有找到助燃剂残留的证据，不好立案。因此就这样僵持住了。对，还有银行那边，他们认为这个起火原因蹊跷，不能排除是以打劫银行为目的的故意纵火。蹊跷在哪里？银行警卫说，零点歌厅的活动一般是在凌晨1点就结束了，但是火是从早晨4点开始烧起，已经没有任何活动和人员出入的时候突然起火，这个就是一个重大的疑点。这个怀疑值得重视。对，现在火灾原因迟迟没有查清，网络媒体舆论又是推波助澜，引起市政府领导的关注，但是刑侦三面坚持火灾原因为非人为纵火，最后市局和总队把621火灾原因调查转由咱们总队火查处和市局刑警大队联合接手，限咱们10天之内拿出火查报告来。刑警大队谁带队去的？刘进军，他派了3个人过来。主叔，主叔，城主回来了。处长，你可回来了，这两天我的头都大了。要是咱们周处长头都大了，那说明这个案子真麻烦了。来，咳嗽了。啊，刚才小康把621的案情给我说了一下啊。你看，这支队送来的材料，这还有呢。哎呀，我还是先别看这么多材料吧，看多了容易先入为主啊。咱们还是先到现场看看，回来再说。啊，现在？啊？限期10天，这已经过了2天了，还有8天。我真怕来不及了，出差1个星期了，再着急也得回家一趟。柳芳嫂子还来过电话，问你什么时候回来呢。哎，她怎么不直接给我打电话？她没说什么事儿？没说，但没事她不会来电话的。你最好还是给家里打个电话比较好。好，我打电话，你们准备，咱们去现场。喂。我回来了。我知道了，我晚上回去。好。程处，怎么了？没事儿。前天老父亲摔了一跤，胳膊骨折了，上了甲板，没事儿了。想我了，哎，准备一下，咱们准备出发。嗯，哎，处长，处长，要不先回去看看呗？哎呀，没事儿，我最踏实的是家里有个好老婆，啥事都帮我搞定了。快，准备一下，咱们去现场啊！怎么都不动啊？对，带着他。好的。哎，咱们抓紧啊！哎，刘妈，你让咱爸听电话。凯琳呢？爸，我刚出差回来，你怎么样？我没事。过几天就好了。你好好工作。现在是时好时坏的，老实念叨你，看你还是冲我过来一趟吧。
我一定回去。一看到你们的状态啊，我这心里就有数了。处长，您的判断是不是基本已经成型了？材料没看，现场没去，怎么能说判断呢？哼！哎，你都说心里有数了吗？那我就觉得是十有八九了嘛。胡扯！我有那么神吗你？谁也不能自称先知先觉啊！一切结论都得调查之后。嗯，处长。我觉得支队的调查和建议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嗯，好，咱们先走，有话现场再说。走，开莲啊！哎，开莲啊！你小子回来也不上我那儿报个到？啊，处长，我是想先去现场，回来再向您汇报。你看，您下来了，要去021现场。是的，我们都劝处长要回家看看老父亲，可他非要现在就去现场看看。老父亲怎么了？哎，没事儿，年纪大了，是腿脚不利索，摔了一跤。家里有礼物留方的，哎，没事儿。部长，你有事儿？我有事儿，我等你回来，等的头都大了。哎，刚才周岩头都大了。陈部，你被传染了？我受什么传染？我的头真大了。哎呀，两个律师刚走。又要打官司了？什么官司？和我们火茶有关系吗？没有关系，我能到这儿来吗？部长，您说。有人把我们告上了法庭。你看看这个，上回蓝鹏火灾的案子，有人要翻案，你们看来真要去一趟。翻案？门都没有！部长，那是一桩铁案，谁有本事敢翻？房主。朱三来，朱三来，对，他准备在蓝房法院上诉，上诉内容中就涉及到我们火灾调查。哼，开玩笑吧？嗯，朱三来认为我们火灾调查结论不正确，要求法院判决火灾调查认定无效。哼，有意思，干这么多年火查，还第一次当被告呢。嗯，目前当被告。倒不至于，不过我们现在是被被告诉成了被告，成了被告的被告，没错。哎呀，原告要求我们呢出庭为他们作证。等等，陈部长，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朱三来认为我们对他家那起火灾调查不正确。今天上午蓝方几乎受灾户聘请的律师来总队了，希望你火查处能派人出庭为他们作证，对你们出具的火灾调查认定书给予说明。我们不去，这朱三来已经在火灾调查认定书上签字了，白纸黑字，他想抵赖吗？再说了，这火灾调查认定那是不可诉的，法院也知道，我们要是去了，这不是明摆着给朱三来长脸吗？他这个人啊，咱们不能搭理他。明明是朱三来的责任，他凭什么犯案？哎，我都知道你们有事急着要走，我就简短截说。朱三来确实在火灾调查认定书上签了字，他认为在这个认定书上签了字，他就可以从保险公司那里拿到属于他自己的呢保险赔偿金。他是给房子投了财产险，我们的火灾事故认定已经给他撇清了骗保的嫌疑，他还想怎么样啊？作为起火原因的主要责任人朱三来，他将面临着由于火灾造成的租住户的财产经济损失的赔偿问题。朱三来在保险公司投的只是属于他自己的私有财产那栋三层小楼，所以保险公司只接受理赔他老楼的损失，但对于居住在老楼的租住户呢，
他们的生命、私有的经济财产损失，人家保险公司没有义务赔偿，那只有呢朱三来自己掏腰包。大家伙都知道朱三来赔得起吗？所以他就拒赔赖账，进而被所有受灾的住户联手告上法庭。他们手持的依据就是我们出具的火灾调查认定书。那原告肯定赢了，我们甭操心了。没错，一审判决他败诉了，他急眼了，真要让他赔，他最少得赔上百万吧。部长，他上诉了。对，朱三来不服，上诉中就提出了当初公安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认定书不准确，认定他是这起火灾主要责任者的证据不足，他要求法院呢对火灾原因重新调查。这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派人前去说明情况倒是有必要。嗯，常总队长的意思也是这样，他要从你们处，从法制处派人出庭，作为证人和认证书出具单位的代表，对火灾认定给予必要的说明，这是责无旁贷的。凯琳，你看怎么样？可以，但是要再等几天，等我们把621案子查完以后去趟蓝房就知道。嗯，恐怕来不及了，蓝房方面明天就开庭啊。什么？明天？对，我们也没有三头六臂。621火灾案可是上面首长督办的，拖着不办可不行啊。哎呀，我知道你们也有难处，可蓝房的案子也很重要啊。原告律师非常着急才找到我，他们最担心二审万一被推翻，他们的赔偿就一点拿不着了。应该不会吧？哎，别小看这起诉讼，它牵制到我们公安消防机构执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如果我们不能积极的面对，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引起不良的连锁反应。律师的意思啊，法官们对我们火灾调查的一些程序还有技术手段也不是很清楚，希望我们能马上派人前去给予阐明，这样对今后的判决和调解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样吧，我们只好兵分两路了，我跟周元先去621现场调查，贺小刚带林峰、李兰去蓝方。好吧，那就这样了。处长，要不这样，我自己一个人去，不用这么兴师动众的，我倒要看看这个朱三来到底是怎么个赖法。也好，贺小刚、林峰，你们去蓝方，今天就去。既然去了，就要把情况了解清楚，不能打无准备之仗。好，明白。何参谋，你说这朱三来不是鸡蛋往石头上撞，找不自在吗？但是啊，我们要是站在朱三来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恐怕就不是这样。哎，你怎么站他角度看呢？你跟程处、程部长可不是这么说的，可不一样。是不一样，但是也一样。出来的时候程处说什么了？不打无把握之仗。所以我想，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们要设想一下朱三来此时此刻在想些什么。哎，你算说对了，朱三来敢翻盘肯定有他的能量。我没看出来他有什么能量。所以啊，我们站在朱三来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是很有用的。比如说，当一个人没有退路的时候，他就会决定投降。你的意思是兔子急了也咬人？对，朱三来认为他现在反正已经是大功告成，除了赖账就是老命一条，所以能上诉他呀肯定要上诉，他才不管火灾调查的不可诉讼。或许啊，他根本就不懂行政诉讼的不可诉讼原则。哎呀，跟一法盲打交道还得从 ABC 开始。说实在的，
咱们搞消防的知道有部消防法，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就是知道也不清楚具体内容和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条款。哎，谁家天天起火？上次我跟我一个中学同学说，我说呀，你家买两个小型灭火器备着，是不是？你猜他怎么说？好嘛，差点没跟我翻脸，说我是乌鸦嘴，方子，整两个灭火器放在家里多瘆人呐！你说，我说什么？我前几天调阅东北某县级宾馆的火灾资料，发现一个问题，真的让我很痛心。那个楼里住着二十几个日本人，发生火灾的时候，他们全逃生，而遇难的全部是中国人。人家日本本来就是个地震灾害多发的国家，国民防灾意识和逃生救援训练常抓不懈，平时人家就知道该如何防范，一旦灾害发生，就知道该怎么做、怎么处置。我们有一些居民，甚至是一些知识分子，遇到火灾时，他们也是惊慌。前天上海一个老教授失火，一对老教授看见楼道里有烟火，没有选择用湿毛巾捂住嘴冲下去，却返回屋里把门关上。老两口啊，给家里的孩子打了20分钟求助电话，20分钟，结果就错失了逃生。周三来敢推翻火查认定书，是不是一定背后有人在唆使？哎呀，我说处长啊，这里可是零点歌厅火灾现场，你怎么突然跑到兰坊去了？你这思维够跳跃的。我在车上一直想着这事儿，就周三来的素质，他不会想到推翻火灾认定书的，一定有什么人给他指点了什么，要不然他个人不会想到这点，也不会这么去做。一切都等贺小康他们回来再说吧。要我说啊，朱三来就是瞎胡闹，上诉也只是场闹剧而已。哎，站住，周处。处长，市局刑警队的人来了吗？来过了，已经走了。怎么走了？他们勘验后认为人为纵火的可能性不大，和我们支队火查科的初步结论完全相反。发现血迹的地方在哪儿？在这里。血迹在这个窗户里面，一会儿进去就能看到。刑侦方面认为，零点歌厅1点钟打烊后，门窗都被锁死，而大火是凌晨4点钟开始燃烧起来的。假如有人纵火后从这扇窗户外逃，那么这个人又是怎么进入这家歌厅的？现场勘查中始终没有找到可以进入歌厅的途径，究竟是不是有人放火，证据不足。他们认为分局刑警队的侦查结论应该没有问题。看来还需要我们查清楚起火点和起火原因，来确认火灾性质，而不能单凭一点点血迹来做判断。您也认为不是有人纵火？是或不是都要等勘查结果出来，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门口内附近烧起来的，这是对的。但在门口内什么位置确认了吗？确定了，在吧台附近，但吧台已经完全烧毁了，找不到起火点。门是反锁的？是的，是用车锁锁的，那把锁我们已经找到了。好，我们进去看看。
两名死者是在第一间 KTV 包房内发现的。死者当时在什么位置？在最里面的角落里，俩人挤在一起。原来这是只拐角沙发，已经被烧塌了。火灾发生时，人会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会习惯性的背朝大火。他们俩就是背朝门口的，也就是说，火是先着到门口，然后蔓延进 KTV 包间的。这两个人是干什么的？是跟女人的头发，好像是染黄的。你当初怎么会想到是人为纵火呢？有人威胁说要砸他的歌厅。你是想尽快弄清楚那个跳窗户的人与留下发丝的人是不是同一个人？牛津大学法律系毕业的高材生。咱们明天就跟他法庭上见，应该是十拿九稳吧。我明天就去找局长，我辞了这个带大队长。